我是 Case 啊，好，我哋今日嚟玩一个新嘅手机游戏啊，那一剑江湖啊！嗱，趁麻布唔喺度咧，咁我哋快啲嗱，同大家介绍一下，同埋同大家玩一玩。咁啊，点解咧？嗱，你睇下嗱，见到呢个封面咧，我唔知点解每次入 game 之前，我见到呢个封面嗰张图，我都觉得画得好靓。咁啊，唔系唔关呢样嘢事。咁啊，点解入咗游戏先？再介绍一个咧，呢个游戏里面嘅一个系统俾大家知啊。好，咁啊，入咗嚟游戏呢度啊，咁啊，其实咧都系以呢个啊武侠背景嘅一个游戏啊，但系啊呢、这、一個要即刻介紹下俾大家先。見唔見到咧？上面啲按鈕裏面咧有一個係粉紅色噶。呢一隻 game 嘅一個特點咧，就係講緊咧有一個交友系統係好吸引嘅。咁我哋入去望一望先。原來是你啊！嗱咁啊，呢度咧就想你咧嗱呢個規則啊，填寫呢個真實嘅內容啊，等你嘅有緣人喺人群之中一眼就揾到你。睇到呢個，大家又知點解？點解我話今日呢马波唔喺度嘅时候咧，我先拍呢只 game 俾大家睇啊！而且真实资料匹配有缘人，我用咗女角玩添呢只 game， 我唔要开我只角色啊！咁我咪唔可以识到靓女，我净可以识帅哥啫。等阵先，嗱，填资料可唔可以填翻我系男仔噶？喂，唔系，我可以拣个，原来哦，即系用女角都可以拣，我系小哥哥啦，梗系。冇理由呢个时候我真系识个男仔翻嚟噶，系咪先？系先？你一般咩时候上线嘅？有事上线？诶，咩嘅人？高富帅？冇呃人啦、啊！我系高富帅啊，男神啦、啊，我系。OK， 拣咗佢先，冇呃人啊！事实系咁啊嘛，小鲜肉就算啦，喂，肉就有好多嘅，鲜就唔系好鲜噶啦，系先？夜猫子嗱，跟住之后咧，我就嚟。匹配呢个结缘或者好有结缘，可以结识到有缘人喎、啊。喂，可以入去睇下喎。呢、這个冰岛牛奶糖又好似相当不错咁样、啊。咦、欸？江湖服，江湖十一服、啊，同我同服、啊，台湾、啊。揽啲啊，我申请晒佢得唔得？睇下冇人应我，全部都申请。小妖呢啲有头像嗱、啊，有头像嘅我都申请。申请晒啦，我哋而家咧就等人哋睇下几时会有人同你同我结下缘啊，咁样样啊。咁啊，其实咧个玩法系点咧？嗱，俾大家睇下先。咦，同人哋结咗缘咯，即刻已经。嗱，咁啊都俾你睇下先。咁啊，我好神奇地个人资料唔知点解系高富帅男神啦。咁跟住之后咧，但系我个样系女仔样嚟噶。咁其实可以放翻自己张相落去嘅呢一度，其实，但系就我未整下吓。咁啊，我而家嘅状态我未放噶。咁啊，呢啲照片墙咧，哇，你睇下，真系。呢啲真系高人气噶噃，呢啲可以，呢啲真系好高人气噶。咁啊，另外仲有广场咧，睇下先。有阵时咧，佢有啲有啲佢会自己出啲 post 咁样嘅嘢咧，你系可以去睇佢咁样噶。佢哋唱歌喎。哇 ，OK。谂下呢个，我唔喺度长同大家睇下啦。咁啊，我自己慢慢再翻去睇下呢啲，自己再。咁所以点解冇话麻布唔喺度先有嗰下咧？今次啊呢个游戏里面咧有一个啊七日结缘咁样样噶，咁系点样样咧？嗱呢度有得睇啦，咁啊拣咗啦，拣咗你自己嗰个身份系啲咩啦，咁跟住之后咧你又可以识啦，跟住佢帮你配对一个啦，嗱配对完之后咧你就可以咧同埋嗱与他喺不同嘅场景约会，双方前度以后可以选择结为 CP 啊。嗱喺介绍嗰度咧佢话咧有啲啊真心话嘅问答啊，语音嘅大冒险啊咁样嗰啲咧，咁你又可以咧。跟佢即系而家佢入边帮你配对咗个女仔咧，跟住之后咧就可以同佢倾下偈啊，睇下啱唔啱 key 啊，跟住咧再结为 CP 咁啊，咁啊我都想喺入边可以睇下可唔可以揾到一个好嘅女仔嚟一齐打下机，嗱打下机，唔好乱谂嘢啊嗱。咁啊结咗 CP 之后咧，佢仲有呢个可以一齐去养只宠物啦，咁啊有啲唔同嘅场景咧，大家可以去即系影下相啊，谈啊，即系倾下偈啊，咁啊有啲好靓嘅场景喺入边啦。咁啊最尾啊，如果真系啱嘅话，嗱，如果七日之后咧唔啱咧，你可以咧再去成个即系再循环一次，再做多次咧，你可以再识个第二个女仔啦。又或者如果啱嘅话咧，就可以有结婚系统咁样嘅呢度入边系。咁你見到咧，嗱佢有啲唔同嘅約會場景啦，咁啊啲結緣橋三生池，聞寵奇緣，咁啊後面我仲有啲好多未開嘅地方啊，咁啊跟住之後頭先話嗰啲咧，呢兩隻啊就應該係可以一齊去養寵物啊。哇，咁啊講咗好多佢嗰個結緣系統啦，咁其實咧佢除咗結緣系統之外咧，佢仲有一個咧就係主播，你見唔見到下面呢度咧？其實佢仲有一個主播系統啊。有陣時可能你自己打機嗰陣時你冇嘢做，或者咧想揾啲人聽下人哋講下嘢咁樣咧，佢有啲主播系統咧。嗱，而家暫時我呢個時間啊嚇，就好似未有主播喺度咁樣。
我見到咧，佢上網咧就話咧，佢輪住有啲唔同嘅美女主播啊咁樣咧，跟住咧就會可能喺度同你傾偈，跟住之後可能一路做緊直播咁樣樣，你就可以一路聽住佢咁啊，或者可能可以同佢一齊去組隊啊，打下副本啊，或者做下其他嘢咁樣樣。咁呢啲就佢而家暫時未有啊，有嘅話咧，我就再可以再同大家去 show 一 show 俾你哋睇嘅呢個。誒、欸，邀請我去結緣橋初見喎、啊！哇，俾女仔約喎、啊！但我一个女仔，我用一个女仔身去，我真系应该，我真系应该转翻个男角色喎、啊、喂！真心话大冒险、啊，你觉得自己喺爱情中扮演主动定系被动？啊，有时主动，有时被动。咁究竟佢会答咩咧？被动喎、啊，佢系发现小惊喜喎、啊，跟住，哇、哦哦哦，放心型烟花。我都未试过咁样放俾麻布啊！喂，俾佢见到死紧啊！喂，好啦，咁啊，讲咗咁耐呢个交友同埋呢个主播系统咧，系时候咧，我哋都要讲翻呢个游戏咁啊，嗰啲职业啊，其他嘢嗰啲嘢，详细介绍一下俾大家睇下先。咁啊，首先咧，其实咧嗱，如果呢个游戏咧，大家可能平时玩开咧，你未一开始嘅时候，你可能要拣定你要用剑啊、用拳啊、用弓啊，或者用咩武器，或者自己个职业系点样嘅。嗱，今次咧，如果喺个 game 里面咧，大家就唔使拣定噶啦，因为咧，其实咧，你呢个 game 里面咧，只要你装备紧系咩武器嘅话咧，咁你就自然咧就可以用嗰一套武器嘅套路，嗱，即系嗱，当而家咁样啦，我而家用紧呢个剑嘅，因为其实我本来把剑系靓啲嘅，但我啱啱抽到把靓啲嘅弓噶。咁啊，你见到用剑嘅时候咧，你会咧可以自己去 set 嗰啲技能啦，或者即系配点点样配啦。嗱，但系咧，其实你可以随时间我换咗弓之后啦，嗱，我而家装把弓上手先，你会见到呢啲技能咧，佢啲全部技能咧，佢都会帮你转晒弓嘅技能。咁你只要咧嗱。點數咧，佢唔會扣你嘅，因為即係唔會話你放啲點數喺劍度咧，你又冇得放喺弓嗰度。咁而家咧，你咧就係咧，你弓嗰度會有翻同樣數量嘅點數啦。咁你又可以揀自己想升邊一招技，咁可能升下箭雨啊，想加咩技嘅時候再加翻落去咧。咁你又即係基本上你只要打到把靚啲武器係咩屬性咧，你就可以換嗰把武器嚟用噶啦。咁但係咧，我都係中意用拳頭啲技能咧，係幾型嘅，我覺得。我呢個有人全攻嘅喂。哇！咦，幫妹全攻啊！而家呢度有點睇我，佢都喺度吸收緊我啲功力喎、啊，喂，吸曬我啲嘢嘅喂，佢唔係飛入嚟我度喎，唔好搶我啲功力啊！嗱好啦，咁我呢度咧開個新角色俾大家望一望啦。咁其實一開始嘅時候，大家可以揀男啦、揀女啦，或者揀呢、這個女二啊，即係呢個蘿莉咁樣嘅樣嘅嘢啦。咁跟住之後咧，你可以揀到嗱。武器就係呢幾把啦，嗱劍啦、弓啦，咁啊當然啦，呢度揀完之後咧，其實入到去你可以再揀你用邊一樣嘢嘅，咁啊散啦，其實我幾中意用散，不過散係呢個係補血系多啲啦，咁跟住拳啊真係好爽快噶，係幾靚啊啲添啊啲技能，跟住之後你可以揀翻自己個樣啦，揀翻可愛嘅蘿莉樣，跟住就要揀星座啦。星座其實有咩用呢？其實最主要咧就係等你之後可能佢入邊嗰個交友系統嘅時候咧，你可以話到俾其他人聽你咩星座啊咁樣嗰啲啊，咁啊啲雙魚座。其實咧做新手嘅武咧做好快咧就已經呢度咧會俾你試武器啊，咁啊試下啲武器俾你睇啊。嗱呢個係劍招，咁啊招大忌咧係瞬閃咁樣攻擊嘅。咁另外拳咧好型啊，有條龍會飛出嚟嘅，哇！你睇下嗱，跟住佢有弓箭呢一個，哇不停咁散射。跟住飛呢個豬將，跟住散咧會成把遮抌落嚟，有係幾華麗嘅每一招嘅招式都我都覺得。啊，除咗頭先講嗰啲之外，佢仲有個拍賣行啦，同埋有個交易啦。咁咧呢兩個咧咁基本上嚇，你啲裝備或者你打到啲嘢翻嚟咧，你可以就咁賣出去賣翻做元寶噶。咁跟住如果你有元寶，你又可以攞去再去商城度買其他嘢或者其他唔同嘅嘢，可以再買到咁樣樣啦。咁啊，自己可以一買一賣咁啊，可以去賺下錢。我想嗰啲神獸咧，好鬼死靚啊，有好多嗱圖鑑先啦。咁啊，呢啲 SS 級嘅神獸啦，嗱神獸咧，佢除咗即係喺呢只 game 裏面啊，神獸你除咗可以騎之外咧，即係嗱，你當我而家都係騎緊只神獸噶。嗱，呢一隻神獸啦，除咗可以騎之外咧，你入副本打咧嗰啲幫手咧，其實都係啲神獸嚟噶，即係上陣咧，我可以配幾隻神獸上陣咧，即係除咗騎之外咧，佢做好多個功能，就係幫起手打啦。我覺得係唔錯嘅。好啦，咁啊，今日同大家玩咗呢個拉一劍江湖啊，趁麻布翻嚟之前，我再去睇下識到其他女仔未先，靜靜雞，下次翻再見，拜拜。